格拉玛山口最危险的生物是什么？它比黑夜更深沉，比闪电更迅猛。没错，它们就是魔鬼的化身，沙漠的诅咒，黑冠怪蛇。沙漠怪蛇如此诡谲，当毫不留情斩断之，直接剁断。但是咱们身经百战的老胡同志早已闻蛇丧胆。他那个狼牙榜的时候弄一竹篓子吧，好老师我给他做那个冰蓄草。好，没事的没事的，各种坐着，对，那个有蛇有蛇，假的，拿一个篓子，拿假的，真的。然后我本来是走戏走戏，这是那蛇，我操，基本上弹起来的就跑了。我长这么大，不属于这手段。我去的时候都弄好了。是，我也没在意。我勒得紧紧的。蛇，你这好吃吧？还吃半天了。这什么玩意儿？蛇。都没跑到门口，对不？哎，那段蛇肉，所以从那以后，我说我蛇好吃，以后再不跟你吃饭。真没想到老胡怕蛇怕到这种程度。哎，其实剧组偷偷买了一条蛇，就放在隔壁。那石头看来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比较好。那个楚天，你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老胡，爸，你感觉到？斜着眼睛感觉到？对，别动，你身体稍微，身子稍微往这边侧一点点。对，老胡，别动。你也感觉到了，声音。不，你身子稍微这么侧一点。小老胡这会儿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因为他不知道隔壁有个长溜溜的家伙正在等着他。一会儿等到怪蛇真的爬上肩膀的时候，滋味估计就没那么好受了吧。哎，现在正在粘那个东哥身上的，粘稍微老一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到时候会把蛇粘那边上。到时候给你这么大饼，那是假的。你先把那个皮儿摘下来，不是它这个是那个药，就不喜欢。他老觉得是。老干部这个反应真是太逼真了，看来真是被这怪蛇吓到不行。然而把老胡同志解救出来的幕后英雄竟然是我们的神枪手雪莉杨小姐。就是打到他，就是要打他，那个还闪吗？好像我躺在一块儿，闪光灯还闪，齐了齐了。开枪！老胡，别动，慢慢把刀偏开。不过别看剧中雪莉杨打枪酷到不行，其实据乔恩本人透露，他开枪从来没打准过。我去国外玩那个射击啊，然后已经打不到靶，旁边都打不到，我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肯定瞄准的方式不错，我打不到那个纸里面，所以我打枪的人不要在我旁边，超不准。开枪！不管平时枪法准不准，反正在雪莉妹子的助攻下，老胡同志算是逃过一劫。不过这一位朋友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作为唯一一位牺牲在精绝古城出现之前的队员，郝教授估计能列在世界1000种离奇死亡的榜单上。而关于爱国到底是该怎么死，大家也是操碎了心。好险，你还偷黑了。
然后你可以打上手，我可以有上手的动。要不然就是反应，肯定那个想想其他人怎么反应，一旦我们就是比如说镇定，他是仰卧反应，然后咱们的表情不要太动，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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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稔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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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面对革命战友被袭击的情况，这一次我们的老胡同志终于克服恐惧，挺身而出了。估计爱国同志也没料到自己居然会是这么一个死法吧。扎格拉玛山口的怪蛇的出现，会不会是来自精绝古城的一个警告呢？想必这接下来的探险更会是危机重重吧。记得要托梦啊，爱国。今天晚上我就托梦。好好睡觉啊。爱国有空写信，没有空要托梦。喂，当当当当！我站在阳光下，快回来！绿色，可以可以。没错，问题来了，爱国教授的中毒装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这算算在脸上画画。教授中毒妆出自化妆组老师的巧手，这残暴的妆面花费了整整两个小时，看看这造型也真是挺吓人的。我觉得这个妆非常的棒，刚才我躺在那儿睁开眼睛在看的那一瞬间也把自己吓了一跳，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我以为只是把颜色脸上的颜色变掉变成什么灰色呀蓝色呀红色，这我都有想象，没想到他划了很多这种血管像树一样开枝散叶的这种东西。眼睛往上看，借助小小的工具重新定义每一张面孔，这就是剧组化妆师的魔力所在。在这次鬼吹灯的拍摄中，除了郝教授的中毒妆，化妆组还配合剧情进行了更多特殊妆容的创作，满足了我一个心愿。小雀斑，雀斑男，怎么来着？姐，姐在吗？碰到那个，他没法，他那个。OK。
得到不行。其实每个演员进组的第一天，首先要进入的房间往往就是剧组的化妆室。越来越帅了，谢谢。你好，你好。好，见面了，我们就是同事。这个演员很有特点吧？这个好，长了一头好脸，一脸好头发。一脸看着挺长，其实是一个后辈。你自己拍我后辈。是时尚的那个东西，特闪。啤酒。不过，从这个房间出去的演员们还不是我们最熟悉的剧中的模样，他们需要前往第二个神奇的房间。好比雷声总是伴着闪电，在一个剧组中，服装组和化妆组就好像孪生姐妹，谁也离不了谁。《鬼吹灯·精绝古城》剧中所有演员的装束便都是来自于这个房间。虽然拍摄所需的服装数量庞大，但老师们手工制作的每样服饰都是经过精心剪裁的，哪怕是一针一线都细密工整。不少人说，一部戏好不好，人物造型也是相当关键的部分。作为孔导剧组御用的化妆和服装团队，黄金组合联手，于是才有了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个经典造型。当然，剧中还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最重要的造型，那就是传说中的精绝女王。女王的亮相究竟会是何等惊艳的造型？还是请小伙伴们继续期待后面的剧情吧。Ha ha ha!